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绝境二十。今天我要教大家神之语言的操作法。哦，什么是神之语言呢？相信各位在接触动漫界的时候，不一定要接触宅宅圈呐、啊，就是其他圈子有可能会听到。就是一群人一边喊着6位数字，然后一边露出诡异的笑容。像一个恶心的大叔叔一样。管那么多哦，可能很多人会疑惑，就是说这个6位数字是什么意思哦？那我现在就来帮你们解惑哦，不但帮你们解惑，还帮你们用那个使用方式。一般6位数字我们会叫它神之语言哦，然后操作的方式很简单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神之语言的使用法就是，首先打上一段网址，对呀、啊。然后，你看，在这里我有储存，吼，记好这一个密码，中间这一个，对，我先把它点上去，nhentai.net，OK，然后再来呢，再打一个这边，再打一个 G，这样子就是那个网站的操作方法。哦，那点进去网站会有什么东西呢？好，我是绝境二世，以上就是神之语言的操作方法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会。